电解质对鹦鹉有什么作用？电解质相当于人用的葡萄糖，能给鸟宝补充能量，在鹦鹉更换新环境或者受到惊吓时，能降低应激反应，避免出现炸聋。当鹦鹉出现炸毛没精神时，也可以喂点，让它补充体力。平时一个星期给鹦鹉喂食一次，让鹦鹉补充多种维生素，助力鹦鹉健康成长。同款电解质，点击左下方小黄车就能购买。